接下来我们的热烈欢迎台语天后黄以玲。大家好，电视天的锁匙，锁匙打开有雨水，阿妈不捌你，但是有一张真快写给伊，经过几十年不捌拆开，伊讲写字不如收拾。恭喜恭喜，谢谢，我们以玲姐得到的是啊，99年台语 number one 女歌手郭丽莎，哎呀，太棒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唱完好听的歌，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310的家族朋友们，这是歌迷会，对不对？对，让我听到你们的欢呼好不好？预备，去，爱以玲哦。
谢谢谢谢你们。哎，这个奖让我与你们分享。哦，歌迷不要嗑药，我跟你讲啊，要注意身体健康。他太高兴了啦。这个致一下，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啊，还有电台前面的听众。各位现场朋友们，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新年快乐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好，得奖了是不是很开心啊？对呀，好开心。赶快谢谢这个所有的投票给你的 call in 的朋友啊。哈，谢谢所有朋友们给予我的支持，我会更努力的唱下去。好，谢谢依琳啊，恭喜！好。谢谢谢谢你们、哦、你的歌迷也是少男你也是少男杀手，厉害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奖项要颁发的呢是来自点播大奖，我们有请许茹芸，谢谢黄雨玲，谢谢，拜拜。